Hello， 各位 Jessica 嘅读者，你哋好啊！我系莫敏慧，我就系今期六月号嘅封面女郎啦。原来计一计，哇！原来自己入咗行25年啦，咁好似啱啱先做完20周年嗰、那个嗰次嗰啲庆祝，咁几值得开心嘅，因为25年都唔系短嘅个时间，咁又真系做咗好多嘢，咁又都想同大家再分享一下咁。明年我哋會開始我哋個 concert tour， 咁但係一 tour 就其實起碼即係一兩年嘅時間噶啦嘛，即係又要去巡迴咁多地方啦。咁香港係排到幾時我唔知啦。即係我始終我係喺香港起步噶嘛，我個 career， 咁所以即係冇理由喺香港唔做翻場嘅。即係雖然呢幾年冇接咩電影啦，咁但係我同我自己哥哥啦嚇我哋講咗好耐噶啦，我哋兄妹係要搞即係一些電影的創作，因為他是即係佢好多好多嘅計仔，好多橋啊，即係電影上的一些創意啦。咁就今年即係應該會發生噶啦。咁其實佢我哋已經即係一路咁多年嚟咁醖釀咗好耐，咁度咗淨係手上有好幾個劇本啊嘅題材咯。咁就而家就係睇下係啦，如果揾到投資者啊，各方面配合到咧，咁就應該係即係可以搞自己嘅電影嘅作品咯。其實我哥哥佢度呢啲劇本，咁當然即係都主要係諗住我嚟度噶啦。咁但係唔係每一個劇本都係會自己做曬，即係我都唔夠時間啦。咁所以除咗可以會參與演出之外，咁即係做一個製作人的崗位，這個就走不掉了，一定會做。現在我更加投入，不只是在幕前或者台上的表演，當然那個很重要，我依然很enjoy，但是那樣東西的背後其實有很多的整個創作的過程啊，或者怎樣將一件事陷成它這樣，我是很喜歡這個過程。所以其實而家做每個項目，我唔係淨係負責或者應付台上嗰個演出咯，啲前期後期嘅即係成個製作過程我都好投入咯。